你有什么忌口的吗？还有？香菇跟茄子吧。如果一个男生看到女生帮他做料理的话，绝对都晕船的。目前是单身吗？我是单身啊。那你也是吗？我也是，我也是单身。那。大家好，我是仲彤。现在一大早，我人在台北中仑市场。那原则上来说，我通常不会这么早出门买菜的。为什么今天会来到这边呢？因为我今天邀请到了一位来宾，来到了妹子通节目。那这个约会节目呢，我觉得做菜这件事情是可以最快拉近两个人彼此关系的一个做法。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马上请他出来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。我在这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舒畅。听说舒畅很喜欢自己做料理，是真的吗？对，基本上只要有时间，我都要自己做。对，那今天有什么想要做的菜，我们就来这个中仑市场来好好逛一下，因为它也算是台北市中心一个蛮不错的市场。那就看我们想要吃什么。好哦 ，Let's go。我们现在要做多少道菜？可能就是你跟我各一道。好。顶多再加一道，我觉得三道应该可以吧。好，三道，我的意思。三道，你有什么忌口的吗？还有？香菇跟茄子吧。香菇跟茄子。对。我好像除了凉瓜、苦瓜，其他的好像都 OK。那你很厉害、欸，只有苦瓜不吃，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苦，这可以。啊，对对。还是要，泡泡小黄瓜。我没有，原本没有想要这样。西兰花的做法又比较简单，还是你想要它跟什么炒在一起？跟肉片炒在一起？西兰花炒肉片，孔蘑炒肉片是不是？还是煎孔蘑？你做的东西我都想吃啊！这样子很简单的、我做的简单，简单才好，简单才好。好啊，那我们买一点孔蘑好了。好，刚刚那个蘑菇的话，什么肉会比较适合一点？那可能还是要炒肉片哎、欸。肉片吗？对，那这个交给你了，我已经眼花缭乱。比较适合300克差不多。这样一条就够了。一条好。那你先包片吗？可以，谢谢。这个时候就有热心摊主帮忙处理。对，你有看过那个吗？王刚的那个。我有。嫌麻烦的同学可以直接将这一步交给热心的摊主来处理。那这样你平常买的习惯的话，会比较海鲜会比较常买吗？还是海鲜倒不会，我会买一些比较容易做，因为我自己只有一个人嘛，而且我一买的话，我通常会买2到3天的量。这边有蒜，有蒜头，对，然后姜有需要吗？姜可能用到，不确定。蒜头，对，这一包才100块，好，100。哇塞，好直接啊！对啊，老板谢谢哦，谢谢美女哈，谢谢。还要记得拿啦，不要送我，谢谢，不要送给我嘞。鸡蛋，这是鸡蛋吗？好大只哎！这个的话是自己养的鸡。哇，好大只哦。那给我5颗哈。5颗，要用盒子装吗？好啊，麻烦你。你觉得电影院是约会的好地方吗？你觉得算吗？它不是初次约会的好地方。讲得太好了。它是因为电影院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沟通。对。然后我其实很推荐，如果你们第一次去约会的话，餐厅要选一些，比如像是小龙虾，因为它你的手一直要动，就没有办法玩手机，而且也不会尴尬。因为你手头上一定有事情。那你觉得第一次约会选在菜市场的话，对你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体验？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体验，而且同时也是一个喜欢的体验。其实我蛮喜欢逛这种的。那现在跟大家推荐，其实来菜市场也是蛮不错的选择啊。因为你们其实，在挑菜的过程中，你就会对对方又多了解一点了。对。那我们就赶快到下一个目标来，好好的做菜，跟彼此深入了解对方。听起来越来越奇怪了。那就 Let's go。我现在在示范临阵磨枪，现在要用才发现，对，我现在才发现这把刀超钝的，完蛋！哇，
对，大家应该都会。好整洁哦。这是最营业的笑容。你讲实话，没有，真的很整洁。因为为什么会来这么小，感觉这么小的厨房？我们不是去租一个什么厨房摄影棚，就是因为毕竟是约会嘛。然后我就想说带女生回来家里面，这样。没有，我觉得这很温馨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觉得这很温馨、啊，有温馨的哈、啊啊。你看我内裤还掉在外面，这真的是我家。看一下你穿什么样子。那我们就是先来做个前处理吧。嗯，你这样弄起来的话，就是它是可以喝的水。哎呀，对，撒一点，然后没有问题。等一下，这个动作还蛮性感的。哇，这就是理想的生活啊，各位。这个时候可以先把这些也洗一洗。现在好像都是，好像都是他在做，我在划水。哦，你看他在，你看他在打的样子。前男友。大概一分钟，然后就可以了。舒畅，他好像在吃的上面没有什么比较，没有很挑吃。讨厌吃的有吗？太辣的哦，对对，太辣的或者冷的我也比较少吃。你是说像那种什么生腌什么那一种的？对，生腌这种我不、OK、生腌不行，而且每一次。有人过来泰国找我，然后都是因为这个吃生腌，然后要进医院。已经有三趟朋友出现过这样子的，来找你，结果你要送他们进医院。对对对。哇！平常子彤是直接把垃圾丢在地板上。没有，好不好？原来是这样子的。是不小心掉到地板上，好不好？刚好啊，刚好啊，太好了！冒烟哎，色香味俱全。哇 ，OK 哦，我觉得应该。完了，我现在压力超大。接下来部分不是帅到爆炸，就是烂惨。哇哦！啊！烂惨。哦、第二个就大爆炸。等一下，这好像是在开黄腔。刚其实也想到一堆什么，你比较喜欢皮退下来還什么皮还在的笑话，但是毕竟我们像是业界人士讲这个没关系。好，但我不喜欢皮。哇哦，这个我大概快十年没做这个东西。吃个蛋。很好吃哎。这很滑啊！哎呀，好滑，好嫩啊！凉菜中经典中的经典，豆腐打开，然后把它完整盖在这个。呀、嗯，掉了一个角。No problem, no problem。平常会吃皮蛋吗？会，我还蛮喜欢吃的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嗯。多还是少？可以再多一点。可以再多一点，量多一点比较好。量多一点，噠噠，好快啊这一道，超快的，联手完成了那个台湾经典凉菜。经典凉菜这一道叫什么？皮蛋豆腐。皮蛋豆腐，就是你去任何地方一定都吃得到，然后简单又好做。那这个就是书上今天做的口蘑炒五花，雪白口蘑炒五花。然后这个是火红番茄炒芙蓉，皮蛋豆腐可以耶，对，卖相都还不错，我觉得这三道确实确实、嗯。那今天这样子，我们就先来试一下味道，味道好了。嗯，不管是蘑菇跟肉的香味都很好的传达出来，太赞了。哇，可惜你们吃不到。好，接下来来高来你的
十年才能见面一次，要好好珍惜。这个真的上次做真的一定有十年了，我没有开玩笑。哇，这个真的好吃，嗯。然后回想起跟初恋女友的酸甜苦辣，哎，没有这种东西，没有这种东西。那接下来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是比较新奇的一道菜。对对对，第一次做。这个最好用汤匙会比较好。哦，好。皮蛋豆腐要不要弄碎？基本上在台湾也是一场战争。看起来也像呕吐，就是邪门歪道。就是有一些人他喜欢吃完整的，有人说喜欢弄碎的。对，好好吃哦。对吧？好好吃哦。这个东西就是最……这个也很下饭。对啊。哎，今天这一顿我很满意耶。真的很厉害。我是觉得，如果一个男生看到女生帮他做料理的话，绝对都晕船的。所以你觉得今天这样子这种，我是满意的。满意的。目前是单身吗？我是单身。那你也是吗？我也是单身。那，那平常怎么样可以联络到你？哇塞，现在就只有工作场合才会见到我人呢。那。啊！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也请务必在影片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支持我们其他平台，包括 Instagram 以及 Podcast。那也别忘了中子通一下的 YouTube 会员开通啦！想成为我们的呼噜通粉吗？赶快加入我们哟！请务必加入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。